哋玩個 exercise， 就係咧，有個人走出嚟啊，你可以擺一個任意嘅 pose， 擺完之後你就 hold 住佢啦。咁我哋站係咩？當大家明白呢個人在做緊乜嘢啦，咁我哋第二個人就走出嚟，你行埋去佢身邊，用你嘅方法幫佢 create 一個動作。最好都能把握时机，太前再戒备。我拍咗时第一个，你用你自己真正方法同表情同埋你的情绪，去表演另一个 picture 俾我哋睇。第一樣我俾你知嘅就，我想你哋學習點樣温住一面，即係我哋會見到有啲時候唔知點解大家冇嗰個對白，冇喐過，我哋會引到觀眾有掌聲。我哋一個人，我哋就大家有責任令到呢樣嘢點樣令到佢永遠最好都。